Yo， 大家看到后面超级多人，我们今天要来参加就是彰化的经典百 K， 就是美达赛事。那它前身就是黄化赛，也是我第一次挑战。然后这场比赛其实是超级多车友推荐的一场赛事。等一下我们就准备跟我身边有一堆超级强的好友，然后一起来挑战一下这场百 K 赛事中有什么惊人的地方。听说补减丰厚，我们就准备开始吧。出发了，我们现在在集团中已经骑了17分钟，一直都保持像这样的状态，其实蛮恐怖的，超多车的，要非常专心的骑车。我现在已经被集团分裂，掉到第二集团还是第三集团，就很后面，前面的速度超快，根本跟不上。然后离开集团后，这个风超大，如果跟不住人，自己去吃风的话，超累。所以要感谢前面这几位，借我顶风一下。现在已经过了30公里，目前用49分钟。
现在在这个凤山市的路上，加油！果然上次有喜有差，大概知道坡度，可是还是很累，而且这边集团已经全部分裂了，零星大家都自己骑了，已经60公里，还有40，而且雨一直下，加油！哦，我们已经骑完刚的148，现在切到139，继续往凤山市前进。我们进坡之后，几乎全部集团都分裂了，爆炸！而且下雨其实很恐怖。目前已经62公里了，体能状况大概剩下40%。等一下，2小时左右补给一下。哦，无限上坡啊！目前这一段呢、啊，其实就是上次我跟阿根学长来骑的这一条139，就是往凤山市的路线。我们现在这条路是上次有练习到，所以其实今天比较大概知道坡的长度啊，还有陡度。等一下就是一路往上，才准备下滑。哦，好累。车子啊，已经剩下最后20公里，目前骑了2小时29分。我预计骑完的时间，我不知道后面应该都是平路的话，应该可以3小时半以内吧。没力了，没力了。
跟不上他们了，完蛋。我刚刚上去顶一下风，因为他们叫我跟，如果我没上去顶风，这样就太没礼貌了。但是我只能顶20公尺而已。有啊，第一个蓝色的有帮我顶啊，我跟一段就不行了。我现在已经到了96K， 不知道距离有没有多，如果没多的话，就剩下最后3公里多了。这边骑得很舒服，在田间小路，有一点勃朗大道的错觉啊。然后我现在才骑96公里，巨线豹领先集团都已经到终点了，真是太快了。本来想说只有 100K， 还有后面很全力的加速，到了 100K 之后竟然看导航还有12公里，天啊。哎，3小时20分了，我现在已经爆掉的状态，没想到后面还有人愿意跟我，真的是太厉害了，他们不嫌弃我这么慢。108K 了，我屁股很痛。哇，刚大家到终点前没有人要带啊，结果到终点看到线直接全部冲刺，我只好慢慢骑到终点，总共骑了113公里，3小时30分钟，腿快爆掉了，我明天长龙马先请假好了。我们要去领完赛奖牌，有点腿软，完蛋了。还好终点这边天气很棒，也没有下雨，不然真的是很难。好，他在对我招手，我们去那边。谢谢，谢谢。耶，我骑了骗人的100K， 明明是112公里。天哪！哇，我们谢谢我们的家人哦，今天呢特别带来很多跟我们水梁德瑞对 ，OK， 我直接放进去，可以借我看 ，OK 啊。很多的车友们都能更加。我骑了3小时30分52。水分还有运动当中前后，谢谢。对于呢我们的电解质啊、水分啊，好。骑完了，我跟你讲，这100K 真的太爆炸了，一路一直下雨晴天就算了，我觉得最痛苦的啊，就是我以为真的只有100公里，因为它叫做美利达经典100K 嘛，结果骑到100K 的时候啊，我心里想说终于要没了，但是在100K 那个路段是完全看不到底的直线，骑得超痛苦，然后那时候我也没有什么补给品啊，水都喝完，就觉得哦天哪。结果看了 Google 导航，竟然还有15公里，还有后面这15公里几乎就是慢慢放松这样踩回来。然后我觉得整体路线啊，后半段其实是蛮舒服，只是我前面真的跟他们开太快，我后面真的完全没力，而且一直这样下雨，看一下我的全身，
我的袜子竟然变这样，天哪、啊！哎、欸，我袜子是全白的、欸，它现在直接变灰色，也太恐怖了吧！但我觉得整体来讲，真的是非常推荐大家可以来这边骑的一个路线啊。如果你是慢慢骑啊，就是去看沿路的风景的话，其实它有很多彰化的在地特色，不管是凤梨田啊，还有茶田。然后重点是它的交管啊，其实在各个路口都会封起来。那骑乘当下，其实我觉得安全性也蛮高的。第一次参加脚踏车赛，有完赛奖牌，超开心的。然后我这次总共骑了115K， 完赛成绩是3小时30分。我自己看过100K 的时候，大概是3小时03，所以我觉得对我来讲还算满意啦。好了，以上就是这次我来参加彰化美达今天100K 路线的这个挑战赛啦。希望今天的影片你们会喜欢，我是你的加强队，明年有机会的话，我们继续来参加哦。下一集见，拜拜。100K 就完成，慢慢。